我是 Kubi， 咁我系从事演艺娱乐嘅幕前幕后工作嘅。咁我中性嘅打扮咧，其实就由我幼稚园已经开始噶啦。咁其实喺放学途中，我就要换咗一套校服裙，就着翻即系男仔咁嘅装，短衫短裤咁样。我系一个女仔嘅身躯，但系我个内心又唔系，但系又要俾屋企人或者俾所有人又要逼我做翻一个女仔。做女仔嘅打扮一段时间，我发觉其实做翻自己系最舒服啦，都系着翻自己最想着嘅衫，即系无论系男仔嘅衫又好，或者系 T 恤短裤又好，或者我打拳净系着条拳裤都好，咁我觉得好舒服，咁就已经系一个便服噶啦。10月12日公益金便服日，一起做自己。